好，我们现在是在我们的往事园区，也就是苏帅的往事园区，也是我们独立于露台的另外一个，也就是第二个往事栽培区。那这个栽培区最主要是蔬菜为基准，那还有草莓部分的。那今天你来看到这个是盐叶莴苣，那它因为几天不在家以后，都有点蔫了，还好我底下这个盆子里面，是有让它吸水的功能，所谓吸水就是让它有一点点水，让它能够从底下呢挥发水上来以后，让蔬菜还能够有水分。那还好有它活着的话呢，可能就全部都挂了。好的，这个是我们的盐叶莴苣的部分，我们再去看往事的其他东西喽。总共12盆了，每一盆都已经确定发芽了。